俄罗斯人他们的吃喝跟我们真的不一样，他们一日三餐的主食不是米饭也不是馒头，而是这个长得像板砖一样的大列巴。俄罗斯人管它叫做和列巴，它是用全麦制作而成，特别适合减脂期的人和中老年人。最主要它的价格也是真香，10来块钱能买4个，还给你包邮。